嗨，中午好中午，Hello，好，你看阿姨今天呢，脸色特别好，早上去跑步去运动哈，是吗？你早上去做什么运动？去跟他们，我有去跑圈圈，跑一圈半，然后我就跟他们在那边 exercise 了，exercise，对，你做什么 exercise 然嘞？今后天早上？遇到朋友哦，在那边一边做一边吹大炮。都有 social distancing 的哦，不用担心啊，因为他们喊得特别大声，然后过后就带你们去看达摩哦，今天早上的直播，对，因为有看到很多侠，所以也叫你们来看看谁要的可以去买咯。可以自己去哦，因为很多人都问嘛，问妈咪黄阿姨，就是对，说霞是哪在里哪里买买，哦？对，今天霞好多好美哦，所以我也是有买一点，我配了放冰箱慢慢做哈。对，因为现在是海鲜的季节哦。可是我们今天不是做海鲜，我们今天是做炸鸡，炸鸡，Today we do fried chicken 啊，OK？对，炸鸡哈，这是家里式的哈，家里式的炸鸡，我 Home 会 cook。我会教你们怎样洗哈，我们买回来要洗一下，要跟这个鸡肉冲凉一下才吃哈，好不好？对对，好，大哇，家跟我的直播分享出去，我们就可以开始哈。好的，我们分享出去一下就可以开始了哦。OK，Hi，Good afternoon，Diana，油花，Hello，疯妞，谢谢先例哦，分享出去了。哇，你们都知道阿姨今天早上去打木，嗨 深爱，Hello，吹哇。今天是星期几啊？今天星期五哦。对，星期五，今天 Today 星 is 期五，Friday，OK？很快哈，很快哦，一个礼拜，噔一下就过了，哈哈哈。这么牛 magic 哈，你的还很噔一快下。Hello Mary，Hi Alice，OK，Hi Roslyn，谢谢分享出去，Sweetie，Nancy，Hi 阿 B 哦，阿爹阿 B，Hi Jenny，Yoxu。随便帮我分享啊，谢谢你们哦。Hello，你们冲有去呀。买虾了吗？有哦鱼有虾，你们有去买吗？早上？，OK，有去买了，你可以讲有哈，OK。Hello，有发 Alice yet，OK。吹来时间甘蓝，谢谢你们分享了，June Moi Jenny Yun Yun。预备好了的话，我们就刷一排 like 上来，等我们就介绍我们用的材料。然后过后不是我们就开始做炸鸡哦，We do fried chicken today, homemade fried chicken，不是外面那种连锁 brand 的哦，出名的 brand。材料今很天简单是哦。Andy Wong fried chicken 哦，谢谢分享，谢谢你们全部分享了哦。对，好了吗？有，健康平安就好。是的，是的，没有错，有饭好。要哎，健康，还没要有打平安招呼哦。哦，我就打算换 camera 位置了。来，来，大家中午好，我是黄阿姨，我们今天来做炸鸡块哈。，Today 我们 we 用 do 到的 fried 材料，chicken。是这样子哈，这样子来的，给你看材料啊。我们买回来是 fresh 的哈，就买 fresh 的哈。Fresh 对 chicken。所以这些都要跟它处理掉哈。这个我们不吃哈，这个我不吃。然后我们有买到鸡腿，然后有买到鸡翅膀哈，然后调味料有什么呢？有看得到我的那个 pin to top comment 吗？看得到的，你跟我讲 OK 哈，OK 吗？对，我们用到一个鸡蛋白，我们用到一个 egg white，one egg white，OK。Just now the chicken is 1 kg 呀，1 kg of chicken meat。然后盐，盐用多少米？2茶匙。2 teaspoon of salt，OK。teaspoon 啊，不要茶匙啊，然要咸到会飞起来。胡椒粉，哇，你胡椒粉开始用比较美的包装了哦。胡椒粉。Pepper 多少？Half teaspoon。半茶匙，OK，这好，这是一茶匙哈，这什么来的？鸡精粉，OK。如果你们鸡精粉哇，如你果的鸡精粉没有做有，你就去买那个鸡精粉哈。来，如果没有那个鸡精粉，你就用鸡精块，你弄脆它也可以的哈。
它只是这样配打进去，它那个鸡肉块有很有味道 ，OK？OK。Okay? Okay. 然后就芝麻油哈 ，OK， 芝麻油，芝麻油半茶匙 ，half teaspoon。这一个呢是不是调味料？这一个呢是拿来滴几滴下去 for coloring 的哈。哦，来 secret recipe， 这个滴几滴。就是酱青哈 ，light soy sauce， you just need a few drop to add on to the color，OK 吗？可以啊，不要太多，太多它会炸出来，会比较黑哈 ，OK。我们只要几滴，要它这样有一点 golden golden 色就 OK 了哈。清楚吗？这个很重要哦。如果有学到，你跟我讲清楚 ，OK 吗？盖那个鸡精粉是一茶匙哦 ，chicken stock 是 one teaspoon，OK、okay、吗？你要口味重的，你可以放多哈、哦。啊，你要重口味你就放多，你要淡口味你就放少啦哈。看一下你们的问题啊，有看到很好 ，very good。可以用花鸡吗，妈咪？不要。不要啊？点解咧？啊，炸鸡就要用肉鸡哈。OK， 好。炸鸡就要用肉鸡，这样有肉有肉咧，炸了很好吃哈。OK。用花鸡炸出来，你的牙齿会很忙哈。聪明呢。要咬很久哈，因为炸鸡就要用这样的肉鸡哈，它很好吃，它目的就要皮脆脆，里面软软，然后 juicy juicy 的哈。OK。阿咪，你处理鸡肉你不可以处理太久，等一下 Facebook 又以为你虐待公鸡，然后跟你delete掉 video。Okay, okay, okay, okay. 上次我们做那个猪皮啊，就给 Facebook 以为我们虐待猪，然后就delete掉我们的直播，哇，欲哭无泪哦。所以今天我们冒着危险教你怎样处理这个鸡肉啊，我们做一点点给你看而已 ，OK？ 所以大家会清楚就好了哦。我们把那个洗的盐哈，再洗的盐把它放一点下来。OK， 放一点粗盐。We put some coarse salt 啊 ，OK。放一点下来。Now we teach you how to clean and clear the chicken 啊。洗它哈。OK。洗它，那有毛毛的地方要把它拔掉哈。OK。只是阿嘎阿嘎做给你看，然后你们记得自己洗的时候。才比较落力的做哦 ，OK 吗？这个哈，这个我们不要哈。这个我们不要哈 ，OK， 这个啊，这个会有味道哈，我们不要，这个我们不要，我们拔掉它 ，OK 哦，看得到吗？好，我们不要哈，这个不要，这个啊，这个多余的皮我们也是不要哈 ，OK，、这个不要。阿姨讲话越来越幽默，啊，OK 好。你们就是记得要把那个鸡肉跟它弄干净哦 ，OK 吗？对。然后现在是冲水哦。等一下哦，我因为多余的东西，我要把它剪掉哦。OK。这个多余要剪掉哦。OK， 好。要剪掉。你是剪掉那些多余的皮哈？看得到，看得到。咪，可是我不能够拍到太仔细哦。等一下 ，Facebook 很聪明，他以为我们又做梦。我们剪掉皮可以吗？啊，可以，剪一点呐，我给大家看一点点。OK 吗？我被那天那个什么啦？那天是做什么猪肉了？猪脚，猪脚醋哦，给它抵力掉。鸡翅膀用多少米？全部加起来一 kg。如果你是鸡翅膀，你就一 kg； 如果你加鸡腿，你就一 kg 哈。哦，总之加完起来，你要什么东西全部加起来一公斤就 OK 了哈。如果你要吃鸡腿的，你就放一 kg 哈。OK， 这样子哈，然后你把它啊，那看到吗？那就可以了。OK， 那它，因为它皮会有一点点花花，然后我们把它这样按一下哈，然后就等一下冲水，它就很干净了哦。哦 ，OK， 这样会清楚吗？OK， 啊，我们这样洗一下哈。这个是帮肌肉做 massage 哦。OK， 然后有一个东西是鸡翅膀，不是我可以熬吗？啊，可以可以啊，你熬吧，这样把它弄一下哈、哦，它等一下炸的时候，它不会这样噔起来哈、哦。OK， 这样会清楚吗？好 ，Hello， 啊，这样子哈、哦，弄一下哈、哦，嗯 ，OK， 我们要给它倒退一下，不要给它。
炸的时候清除了哦、OK 会咕噜起来哈、OK? 是的OK 谢谢你们的 like 啊希望你们的炸鸡翅膀啊炸鸡肉都能够成功 OK 很好吃啊这个炸鸡肉跟着我已经40多年了哈是是妈怎么我觉得你好像在玩了可是在做 game OK 我们就冲水哈 OK 来冲水了蹦蹦了不用汤吗哦没有哦我们是做炸鸡翅膀哦所以没有做汤哦哦也不用烫不用烫哦不用烫、You don't have to boil it 哦 OK、不要烫哦不用烫啊 Good afternoon 欢迎进来欢迎你啊是的刚进来的朋友帮我分享出去哦今天做自己家里的 homemade、fried chicken 嗯、就这样干净然后你看是不是花花的哇哇细细漂亮哦、这个不用果然有 massage 有蹦蹦过的就是不一样、哦、OK 基本上就是处理好它了、哦、OK 这个我们要找它的那个它的位置、哦、它的位置、啊、这边位置、啊、拿它的床底、哦、OK 你们处理就是了、哦、OK Can put the chicken meat into TM6 to clean? Yes, of course you can do that, OK? 之前我们有教过了的哈。分享啦，谢谢你们啊。谢谢你。OK, 冲好凉了哈，就可以的。蹦蹦好了。我们冲好了，我们要沥干它哈。OK。为什么做猪脚醋会被抵力 OK 来你讲、啊、我们不要太多的多余的水哈哦、来跟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做猪脚醋会被抵力掉哈因为 Facebook 说我们在嘎叫动物的皮所以被抵力掉变到我现在都很小心哦不要等一下他讲我嘎叫鸡肉的皮晕倒因为他们有这一些保护令啊就是说不要把动物的皮草穿在身上明白吗所以说不要用皮草皮毛大衣啊这些这样子所以呢有时候他们的那个 AI 他们的那个功能很聪明他就会接受到诶这个 video 有嘎胶有 disturb 那一个毛和皮 then 他就会 sense 到说这不对所以才把它 delete 掉咯所以你看我现在都很小心我希望告诉 Facebook 我们只是要做 KFC 哦我们不是要把鸡皮穿在身上我们没有割掉它的皮哦对对对希望他放过我们这个炸鸡直播啊Good afternoon 欢迎进来你打的是 chicken stock 不是 chicken powder 哦对对对哦，打了 chicken stock 哈等一下那个 chicken stock或者 chicken powder 都 OK 哦都我们刚才有分享到就是说如果你家里有鸡精粉最好是用鸡精粉哈是的如果你家里有鸡精粉就用鸡精粉啊，你也可以买鸡精粉哈对你也可以去买鸡精粉、或者你也可以用家里的 chicken stock 鸡精块拿来跟它弄成粉、如果没有的话你们才用鸡精块哈啊，对、这样会清楚吗Chicken stock 如果说鸡精粉叫 chicken stock powder 哈是吗我改一下给他们因为这样也会比较清楚啊对 OK 这样子哎呦这样看得到吗哈可以吗 OK 我们来这里哈我们来这里OK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鸡咯我们要加调味料了哦、我们放盐 OK 盐、We put salt now 两茶匙 2 teaspoon OK 清楚啊可以、可以好的如果 你用的盐是比较咸的你这一个可以减少一点、OK 这种的没有这样咸、OK OK
You can adjust on the salt 啊, if you want it to be more salty or less salty, okay? 这个是胡椒粉。胡椒粉吗？ Okay, 半茶匙。半茶匙， half teaspoon。然后就，鸡精粉。来，鸡精粉， chicken stock powder 啊。好的。放 one teaspoon 呢。然后这个是麻油。麻油。Okay, sesame oil. 好，半茶匙哦 ，half teaspoon， 就搞定了。鸡蛋，还有鸡蛋啊？鸡蛋。Egg white. Egg white. 对，来，我们先给它弄一下哈，然后等一下才 massage first 啊。先给它弄一下，它才会进味哦。嗯。记得哈，你们啊，要煮的时候，你要 marinate 哈，你要腌它，最少要两个小时哈。OK、哦。不然你只是皮有味道，里面没有味道哦。OK, okay 吗？Marinate for at least 2 hours. OK、啊。如果比如说你今晚要吃，你下午也可以腌了，然后因为时间长，你就把它包一下放去冰箱哈。OK。清楚吗？然后你今晚才拿出来炸哈，哦，你不要放在冰冻哦，你放在底下就好了哈。Okay. Okay. If you want to marinate after this procedure, then you put into the fridge. Okay. Not the freezer side 啦、For at least 2 hours, 让它入味哈。对啊，你看啊，它我们要沥干，它没有水哈，看到没有？它没有水哈。啊，它等一下，因为我蛋白打下去，它这个水分是蛋白来的哈。然后它蛋白加到那个粉啊，炸出来那个鸡肉就会 crispy crispy 了哈。OK，、所以要沥干水分哦。You have to make it dry so that 它不会有很多的 liquid 这样子，不会有很多水。不要太多水分哈。对，不然炸出来不会脆哦。OK。它脆会脆，它皮好像厚厚的哈。那功夫来了。它皮很厚。蛋白 ，we only want the egg white。OK。对。Can have more than 2 hours to marinate. Yes. Can. Yes. You can do that. More hours 更有味道哦。More hours, the more the merrier. Okay. 它鸡肉都有味道哦。它里面也有味道哦。Hola. Hi from Austin, Texas. Hi Wilson and Silai. 大家下午好哦。老公帮我开火，帮我开火。老公帮我开火。我们后面先开始热锅先啊，开火热锅哈。开火 ，OK。那你看啊，它鸡蛋白跟这个鸡肉会 mix 在一起哈，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啊？它会 mix 在一起哈。然后我们这样 marinate 的时候，好，你不要放粉哈，不要放粉啊。哦。然后我们现在要加这个，加这个，加 the secret recipe 几滴的那个生抽，来，它只要几滴就好了，几滴啊 ，a few drop of the light soy sauce， 太多了，你的几滴好像有一点超标啊，几滴就好了，大概最多这样几滴就好了 ，OK， 不要太多，因为它太多，它会比较黑哈、哦。我们这个只是 for coloring 哦，这个榨出来只是 for coloring 哈、哦。Yeah, light soy sauce, OK？ 啊，它只是 for coloring。阿姨没有带助讲带讲听器，比较难听清楚。不要紧，阿姨大声一点， okay, 不要降斯文。OK。Kui Chong, oi, good afternoon 啊。这样听到吗？听得到的，你跟我讲 OK 一下哈。它就是这样子哈，然后把它 marinate 一下。你看，这一个是蛋白哈，你看到吗？看到、这个是蛋白哈。就是这样讲。然后我们把它放住，给它腌制。对。给它腌制。腌至少2个小时 ，OK。早上有在大幕看到黄阿姨看鱼和看虾，被你发现了，是咯，新鲜哦，他们的鱼和虾。Oh, very good already, huh? Thank you so much.
Auntie Wong got practice one. She sometimes sing song in church. Oh, like that. 很大声啊。这样我要小声一点吗？不要等下太大声，我高音哦，一下不是你家玻璃也裂掉。OK， 中气十足。谢谢啊，听清楚就 OK。这个 marinate 两个小时 ，OK？ 要拿来拿去，听得到啊？等一下我们要拿 marinate 好的出来给你看，因为现在要炸，我们就不会用这一个去炸它，好、哦、？OK， 我们会用旁边这一个已经腌好的，是吗？OK， 噔噔噔，这个放一边去，我们换这一个。你看，乾坤大转移。这一个是腌好的，你看到吗？它腌好了，它会有这样这样啊，好像讲讲，它会有这样啊，鸡肉腌过的颜色，你看到没有？它会这样红红红红的，它有 crispy 一点，看到吗？好、哦。它腌到了 ，OK。This one is marinated for more than 2 hours 啊，这个腌了多久？早上我九点半回来，九点半腌的，腌十点、啊、，at least 2.5 hours 啦、，OK 吗？对，好， okay. 就是这样子哈。我听到了阿姨中气十足，对，早上还有去跳舞了给。然后这腌好的，我们要准备炸了。我们才放粉哈 okay, ，OK， 嗯，所以 when you want to fry it, then only you put flour，OK、okay、吗？很便宜哦，虾又新鲜，我们这里很贵哇，真的是一个福气哈、哦，感恩感恩，谢谢啊，我们有什么吃什么，对不对？我们住海边就吃鱼，对了，不过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们的特产哦，对。所以大家都是好的哈、哦嗯哦。我忘记袋子给它丢掉了。哦，薯粉 啊？什么薯粉呢？大薯粉。大薯粉啊，大薯粉是 tapioca tapioca flour、哦。OK， this one we are going to put tapioca flour。OK、啊。袋子给它丢掉了。哦，不要紧，什么 brand 都不要紧哈，记得是大薯粉、tapioca flour。OK， 好。对。谢谢你们分享出去了哦。我们先放两汤匙。两汤匙啊。先放，好，你这样弄它，弄它，这样弄它，弄它，弄它，整每一个鸡肉都有弄到哈。哦，这样叫做公平是吗？啊，每一个鸡肉都有弄到先，哈、哦，每一个鸡肉都有弄到先，然后等一下才再加，因为这么呢，我们要这个。这个皮呀、啊，它有沾到粉哈、哦，它沾到怎样的程度呢、嗯？它会这样子的，给你看近一点。这样子的 ，OK。它有带粉，可是它不是干干的那种，它是有裹在那个皮那边这样子哈、哦、，OK、嗯。所以它炸出来，它会脆脆的哈、哦、，OK。这样清楚吗？嗯。那我们先弄它身体有裹到粉先啊。德邦乌比亚是吗？达标加拉是德邦乌比哦 ，OK 啊对，来三语并重，所以是大薯粉、达标加拉 and 德邦乌比这个。这个粉要多少呢？你要拿捏这个鸡肉它啊，讲讲它的水分哈 ，OK， 嗯 OK， 好、哦，这样子。又加了啊？再加一条下去。OK， 你等一下调到够了，你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等我们大家可以学一下哈。嗯，这样子，来，这样子啊，裹到酱，来，倾盆器，我们要裹到这个样子哈、啊、，OK， 啊，裹到这样子哈 ，OK， 总共放了三个 tablespoon 的，所以、okay、啊，如果不够，你可以再加哈。请问什么叫 egg white 蛋白？就是说那个鸡蛋你不要蛋黄，你只要蛋白，把蛋白放进去、啊、就是 egg white 啦 OK 这样裹它好了就可以排整齐整齐的、哦、连下去炸之前都要排队呀、啊、要排队哦你看像这样的就不好不够啊！还不够 ，OK。所以你要这样裹它一下，这样裹它一下，给它多一点，这样，哎，要这样子哈。不过不要这样干干的，等它，讲有一点
有点是酱哦，才放下去炸哈。OK。嗯 ，OK 嗯。啊，这样子哈。是木薯粉吗？对，是木薯粉。Tapioca flour，OK、嗯。对。木薯粉哈、哦、，tapioca starch 和 tapioca flour 是一样的吗？一样的，一样的，嗯、谢谢，谢谢 share 出去了哦、嗯、，Thank you 啊，有完，嗯，这样子哈、哦，帮我们 share 出去多一下，我们就要炸鸡翅膀和炸鸡肉给你们看了哈、哦啊、，OK 吗？后面锅也热了，今天我们会去试厨房哦，嗯、会。OK， 现在先帮我分享出去，分享出去啊！我们要炸了，这样子过来。我们炸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弄整齐哈、哦，不要这样咬咬的这样，你要把它弄整齐哈、哦，这样整齐整齐的哈、哦。OK， 这样子哈、哦。OK， 嗯，然后我的 drumstick 在哪里 ？drumstick 呢 ？drumstick 滴到了，在哪里 ？drumstick 在这边。OK。很重要哦 ，drumstick 是小妹的，不惊了。啊，这样子在这边哈。OK， 这样子，这样子，它没有水水的哈、哦，你看它干干的，不过它有裹到粉了哈、哦，这样子哈。啊 ，OK， 再分享了，谢谢你们，我们要开始去炸了哈、哦，现在。对。OK 吗？好，现在要带去炸了。OK， 好。OK 了吗 ？OK。看 baby。这边有一点事哈、哦。有还有一点事哈，我先带你们去试厨房 ，OK 吗？来了来了。What flour you use? Tapioca starch, tapioca flour, 大薯粉 ，tepung ubi。我一般是把鸡肉和粉放进 container 摇它，可以吗？这样子，摇它你要等它的那个粉啊跟鸡肉裹在一起，有一点点湿湿这样。如果是这样，这样有白白的粉啊，你不好放下去炸哦，它不会裹在那边，它放下去它会散开去哦。这样会清楚吗、啊、？OK， 来了哦，放了什么进去调味啊？我们有 pin to top comment 在下面哦，你看一下，你看得到吗？写林，等下可以分享食谱吗？可以的，等一下我们下播，今天下午会分享食谱哦。OK， 明白了啊。OK， 好，来，我们预备一下，锅在这里了。用哪一个油？我给你看一下，炸东西你就用炸东西的油哦。我们用这个布洛 ，OK 吗？或者 something like this 啦，我们用这个油哈 ，OK。中午好，谢谢。早上运动，下午就值得可以吃炸鸡腿了哦 ，OK 吗？早上有运动。不然你以为为什么这么落力盖去跑步哈、哦、是吗？还有盖去跳舞。黄阿姨厨房很大哈、啊，有分干厨房和湿厨房哦，有分两个。每次我们去看直播的是干厨房，这一个是湿厨房哦 ，OK 吗？哇，整拱的纸都拿出来了。怎样？开始了吗？开始要热。要热了啊。你们还有什么对粉这些有问题的，你可以打上来，我们一次过问哈。OK， I'm late. No, you are not late 哦，我们才刚刚差不多要炸。嗯，这油要够热才放下去哈、哦。怎么样 ？Test 够热呢？看啊，看，现在我看这个表，它这边已经是这边是 A 上一点了。OK， 好。等一下，再等我一下。760个 viewer 了哈 ，OK， 大家再努力一点，我们一起分享出去哦。嗯，这个炸鸡很好吃的哈、哦，很好吃，先打广告一下。我们通常就是用这个炸鸡来啊做
做在家里的，比如说好像吃吃个饭一样哈、哦。是的。我也开100号，然后做 mashed potato 啊这样哦，然后我们也炸一点薯条这样说哈、哦。对，所以在家里呢，自己做就是好的哈。对、okay? 啊、不鼓励每天吃，因为炸的真的是不是很健康，所以我们偶尔吃一下 happy 哦。对，吃的时候也要想健康的方法吃哈、啊哦。是啊。才刚进来，刚刚好哦。阿姨一定非常会煮，厨房很大，哦、是蛮大的。你要看一下吗？啊，给你看一下，不要啊，转一圈而已啦，哈、哦，福利福利 ，OK， 福利福利，转回去了。另外一边还有 oven 哈、哦、，OK。可以啊。Can we use corn flour？ 可以用 corn flour 吗 ？corn flour 没有这样脆哈。OK， 来，这样子下来了哦。好，好近啊，你不要太近。哦，我不要太近啊。OK。因为它下的时候它会有那个起泡，然后你看这个汤汁，你炸的时候你要把它弄整齐一下才下哦。一旦你炸的时候，你如果它的皮是怎样的，它就怎样的了哦，不能够改了。就不能改皮了哈、哦，很好啊。油温多少度？油温你，我用这个盖来看，你看十点哈、哦。盖来看十点 ，OK 吗？可是你炸下去时是这样子的白灯哈、啊哦。好，然后会、okay? 因为它是这样子的不是，然后我们就把它盖起来哈、哦，盖它两分钟半就反，然后再盖哈、哦。OK， 做么要盖？盖了不是，它里面会熟，水水的那种熟哈。OK， 清楚吗？它会熟，然后它是水水的那种熟，不是干干的熟。你不要这样开着炸哈，开着炸哈，它很干哦，不好吃哈。天妈，原来这样子盖着炸是为了让它能够水水的。OK， 然后就是 juicy， 就讲你盖着来 fry。The chicken is more juicy,、啊、OK? 对。阿姨很多 AMC 锅啊。是的，是的。冷鸟会脆吗？这一个，如果冷鸟还会脆的吗？冷鸟会脆，等到几个小时后啊，它就有一点软了哈。哦 ，OK， 不要等太过久哈、哦，因为没有加其他的怪怪的东西，所以呢，它会脆，可是呢。不会等到很像6-7个小时之后还是脆脆的哦、啊。用多大的火？你？我开7号。7号是？啊，我现在开7号。如果炉呢？大火。大火。OK， 好。大。放久了会软吗？如果太久就会软。可是如果你微叮大概4个小时里面跟它搞顶掉，不会软哈、啊。OK 吗？对。你看啊，2分钟半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开，你开的时候你就要慢慢通通的，你要快快开走它。干脆的打开。啊 ，OK。你要马上开走它、哦。你看颜色有漂亮，所以你们记得，哎呦，我差点被它把到。你记得生抽要加几滴哦，你看它颜色就会比较美，看到吗？好。OK。来冒生命危险跑近一点给你们看。阿姨的厨房，我的梦想，哈哈哈。这样啊，你要盖回去的时候，你要给它抹一下。抹一下，抹一下，才盖回去。因为有水分在这边。哦。你如果没有抹，你再盖回去，它里面会打火泡哦。会泡浆啊。OK， 紧急。所以现在再盖，因为我们反了一面再盖哦。你炸的锅是什么锅 ？AMC 锅。你的、啊。对对对。这个不是。哎，不要先，不对。盖是 MC， 可是锅是用拉果梅的哈、啊，看到吗？这个不是，这个是 cross iron 的。cross iron 拉果梅的锅、啊。你的直播会会底力吗？不会。我会。我们都会留着哦。放小一点，好。嗯。哦，现在第二轮炸，你就放小一点点那个火。它火有点大哦，因为我才炸3片而已哦。嗯。所以你要控制你的油温。你的火不是它不可以不够热，你放下去，它如果没有这样嘎啦嘎啦响的那种鸡肉，你炸出来是不好吃的哦。OK， 来，今天很多重点哦。不可以这样不够热，你放下去它
在那边啊，这样拌摸一下不好吃啊、哦。OK、嗯。对，一定要有一点点热啊！炸鸡翅膀和鸡腿只有两个字，叫做干脆。OK， 所以要够热才跟它放下去，知道吗？对，对。这个家是公寓吗？是的哈、哦。OK。OMC cover 的 needle can move 啊 ，You don't realize? Yeah, we demo to you already 呢，可以动呢。原来炸鸡都有学问，是的咯。Beside corn flour, add another flour. 哦、oh, ，我们没有用 corn flour, we use tapioca flour. Angelina， 对。请问放什么炸粉？我们只放大薯粉 ，OK 吗？原来盖可以配其他锅来用，好用的东西就是这样嘛，吼、哦，是不是、啊？可以的，它都会干哈，它都会干的。哦。How to use the AMC pressure cooker? 我能有无啊？有啊，有啊，下次教你哦。我是第二代耶。啊，第二代耶啊，OK。放一点盐不会爆油哦。他讲放一点盐不会爆油，哇，谢谢你哦，Justina。OK， 真的很怕炸东西啊。Can use Kentucky flour? 哦，你们用 Kentucky flour 哈？You can try using your Kentucky flour, but today we share homemade. We use tapioca flour. OK 吗？哇，漂亮包 ！AMC Norwex 都超赞 ，Thermomix 哇，都被你发现了。然后它已经剃好了，不是？就是说它里面大概它已经熟，快要熟了哈、哦。那我们现在开个盖，给它炸脆皮。哦，再炸脆皮呀、啊，给它炸脆皮哈、哦。你看是不是？它这样炸，它的油也不会安脏，然后它的火就是要这样保持这样的温度啊，它的鸡肉就都是干干的哈、哦。总之，脆皮里面是润啊，硬啊 ，crispy on the outside, then moist in the inside. Okay. What electric cooker brand you are using? This is AMC. Okay. 平常的蛋锅炸的话，效果是一样的吗？你要跟对火候，你的火对，只要跟对火候，大火记得，你的效果会是一样的。对。哇，欢迎进来！我迟到了，好过没有到。对对对，迟到好过没有到哦。我们给他开大火哈。OK， 再烤大一下。哇，他问 What level do you use when frying with AMC, dear? Thank you. We use 7 and 8 哦。OK， 有到 8 吗？没有到 8, 没有到 8 啊。7哦 ，dear。OK， 黄小妹很喜欢吃炸鸡。我吃鸡腿哈，已经 booking 了那边。通常这个鸡翅膀它会比较快熟哈，嗯，啊，然后就是这个胎会比较慢，因为胎比较多肉哈。对对对，腿上肉比较慢，它比较厚哦。啊，它比较厚。阿姨的 AMC 有一些是嫁妆来的哈，OK， 所以很久了哦。很久了。阿姨有做过陪伴吗？没有哈、哦，没有做过洗碗的，啊是。阿姨的厨房都好料哦，哇哇哇哇！其实大家都可以是厨神哈、哦，只要有对的工具，你说是不是？只要工具对，做法对啊，一定就 OK 的了，好吗？我们为什么讲这个生抽？你放几滴下去，它就有这个color哈。好、哦，如果你放多的话，它的color就更深了。OK。OK 吗？谢谢阿姨无私的分享哦。OK。爱吃炸鸡啊，有多少个人爱吃炸鸡的，可以在这边分享一下吗？你可以讲我。OK 吗？对，很多人都喜欢吃。很多人都是喜欢吃炸鸡的哈。炸鸡好吃啊，看了都爽啊。对哦，
我要吃啊，不要太长吃了。来来来，我炸过的油还可以用吗？可以哦，如果你等一下再炸，我们还会再用这个油多一次哈、哦。可是不可以一直 repeat 用哦、啊，这样子的油是不好的哈、哦、，OK 吗？对，嗯，还要你这样当天用啊，然后明天用可以的哈、哦。啊，对。太多天了，你就不要用了。是的，是的，哈、哦，油不可以省啊，健康比较重要哈、哦、，OK 吗？看了就饿了啊，非常喜欢哇，很多人喜欢吃哦 ，OK，、嗯、很多很多都喜欢吃，我喜欢，刘妈妈也喜欢 ，Margaret 也是 ，Siu Q、Christina、Stephanie、伟晶、Nancy， 哇，出来饿了，嗯，安也是哦。你要看它熟不熟哈，你这样敲一下，它如果轻轻的，你看它会轻轻的就熟了啊。怎么讲轻轻的？看一下啊，你这样拿一下，它有点轻轻的就熟了哈。哦，清楚吗？这个大概它快要好了，你看。If you lift it up, it is like quite light in the weight 啊 ，means it's almost done. Okay， 看了都想吃，是喽。这一粒有点重哈、啊，那是因为它是鸡腿哎，是吗？这个快要好了。哦 ，OK。炸鸡的食谱，我们下午会 upload 哦，不用担心啊。嗯、OK， 都会 upload。这个 color 你们喜欢吗？这样的 color 你们会喜欢吗？是了，你们会喜欢这样子的颜色吗？喜欢你了吗？啊，它这个 color 就是那个渗透剂剂的作用哈、哦。嗯。啊。The few drops of the light soy sauce make this color out.、啊、so if you really want it to be darker, you can actually put more.、嗯、明白吗？不要太墨哦，太墨你还没有熟，它会黑掉哈、哦。啊，不要太多啊。你不要太多啊 ，OK？ 不要太多哦，清楚了、啊。对，因为真的很希望你们做出来的炸鸡都是漂漂亮亮的，好吗？真心希望你们大家都是很美的哈、哦。啊，不要太多、啊，功夫好啊，谢谢你啊。这个太好了，你看它出去了，嗯，会抠抠抠的。小妹是一个鸡翅膀和一个鸡腿。小妹最喜欢吃的。是咯，小妹最喜欢吃东西了。可以了啊 ，OK， 那就炸得很漂亮哈，谢谢哦。OK， 油碰到手电板是咯，有碰到哈。要吃炸鸡就要付出啦，付出这种有油的这个 situation 哈 ，OK 吗？哇，摆盘摆好了这边。放下来，嗯，站。它这个不是你骨头给它向后面一下，它就不会这样丢在一起啊，它会这样开开的哈。Just now we did an action 啊 ，to open it up a little bit 啊，这不是骨这边不是 ，so that's why after you fry it looks very nice， OK 吗？这样会清楚哦。对，一定要盖哦，盖一下它里面会熟。哇，都是扣扣响的哈 ，crispy。完美，赞，谢谢你们哦，感谢你们都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对，这个家庭式的，你看它材料是不是很简单？嗯。哦，你只要最重要就是盐。跟那个那个鸡蛋白，好、哦，它就会，然后鸡蛋白跟那个粉调在一起，它就会 crispy 的哈、哦。嗯。你给十多哈，差不多了哦。鸡腿是会最慢才熟的哈、哦。OK。因为它包在里面会比较慢。有没有需要切两刀让 drumstick 比较快熟嘞？嗯，就不漂亮了。对对对，不漂亮。我们尤其是小孩子最喜欢拿那个 drumstick 哈、哦。嗯，我就是那个小孩子啦。哈哈。
请问这个黑锅好用吗？好用哦，好用。Okay, 可以去买啊。这个是啊 ，cast iron 哦。对，我们没有卖哈、哦。可是我们有买 ，we buy when we didn't sell this 啊。你们可以去找拉果妹的 cast iron，OK？、Okay? 好了。因为这个电板还会烧，我们要拿走哦。嗯 ，OK。它还会烧。耶、yeah, ，漂亮。这样子啊，哇，扣扣响吗？筷子借我一根那个。啊，筷子、啊。一根就好，不要紧。你看扣扣响。你那个敲不到。敲不到。你敲，你敲啊，你敲。哦、哇 ，crispy、啊。crispy 的、哦。OK 吗 ？OK。这样子吃咧，自己做的，自己调料要怎样，自己做主哦。食谱等一下我们就 upload 哈，不用担心 ，OK 吗？你记得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哦。嗯、OK， 好， okay. 今天就这样子，就成功了哦。Okay. 来，慢慢拍，你要去外面啦。OK， 来，等一下我们带你出去。刚才没有听到你讲哪里买哈，我们那个果妹拉果妹的是在帕森买的哈，在 shopping mall 买的 ，OK 吗？在 shopping mall 买的。对，来咪帮我拍照一下这个，看那边，来帮忙拍照，感谢你们哦，每次拍照都有 send 给我们哈，谢谢，谢谢你们啊，一二三，要看小妹咬一口给我们看。可以不可以不要这么没有爱心啊？它才热热的，你叫我咬一口，我情何以堪啊啊啊啊！都快要唱什么了？唱歌了、哦。不过可以切开给你看吗？里面是 juicy juicy 的，要不要？啊，你打开一个给你们看好不好？哇！看到吗？它里面也水水的哈、哦，水分水水的、嗯、，very moisture juicy juicy 的哈、哦，水水在这边哈、啊，你再等多一下，它就会流出来了哈、哦。对 ，OK OK 吗？很好吃、哦，漂亮到，very good 哈、huh? ，so you can actually make your own also， 自己也可以做哈、哦、，OK 吗？小朋友超喜欢的，这个是奖励小朋友的，哦、是可以用钢锅炸吗？啊、可以。可以的哈 ，OK。Can see your chicken stock powder. Thank you. 我们的 chicken stock powder 是自己的吗？啊，好。We actually make our own. We use thermomix to make. But if you go outside, you can also buy chicken stock powder. 啊，对。If you want, you can use the chicken stock 那个一个一个 cube 的啊 ，and then you can make it into powder. Also can. OK 吗？找不到食谱可以寄给我吗？不，我们还没有 upload 食谱哈、哦，等一下 upload 了你就可以看到了。他买的 chicken stock 是这样子。哦，是哦，市面上买的 chicken stock 也有这样子的哈、哦啊，一粒一粒 granule 的。阿妈、啊，你不要动，哦、我拍、啊，比较清楚这样。OK， 这样会清楚吗？这样的也 OK。All right， 好想飞奔去你家。OK。鸡粉可以分享吗？可以，我们的 Momix 鸡精粉之前做过了哦，在我们的 recipe 里面是有的、嗯、OK 对对可以 so tempting want to go KFC after watching hey, I tell you 啊 you go KFC also cannot beat homemade one 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 homemade 的是自己做的所以就会吃的比较有满足感、嗯、是不是 not the same Very yummy, oh, okay. So if we answer all your questions, then we are going to go down now, ha. 我们要下播了哦。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就下播咯。Where to buy the electric stove look easier to cook? 你要买 AMC, 你可以 PM 我们哈。If you want to know AMC, you can PM us, okay? 浴室找不到食谱哈，怎样可以看到食谱？哎呦。等一下你们下播聊我直接就晒给你们看可以吗 ?OK, 食谱不难找非常容易。等一下你关播聊你就看我们这个直播上面的那个 link, 食谱就在那里了好吗 ?OK 啊 ?OK。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下播了 ,OK? 拜拜。拜拜。